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玲玲。今天来玩红蝶，一样是排位啊，皮肤是原皮啊。我各位注意啊，你遇到那种穿旧装的啊，一定要特别小心，那些都大佬啊。啊，可是我这个是原皮，不是旧装，所以我不是大佬，要注意啊。这里上来找到佣兵，他好像网络有点卡啊。卡，那就来一刀 ，OK。OK， 然后。很慢，我们再去打一刀 ，OK， 然后之后他往那边走，我再去把这个电呢，给踩了，然后待会看能不能再补一刀，那个加个存在感。对他真的蛮卡的，一开始在大厅看到这个阵容，我想说，啊、这阵应该很难，这应该很难搞啦，都是很有配合的。对嘛，祭司、前锋、佣兵、囚徒、囚徒修机、祭司当国王嘛，然后前锋来救人家，护卫嘛，对不对？然后佣兵就超级扛刀啊。好，所以没意外的话，就是前锋来救了啦。那来看一下方位呢，我在那边来了，那就等他一下吧，看能不能骗，不是骗，是打个落地刀。好，没打到，但是不要慌，你这发球都发个没发到啊，我也没惊声到，是怎样呢？那这里角度不够，不过呢，我直接给你来一刀， Hello. 哎，好，没关系，礼尚往来我最喜欢了。现在哦，二阶人，那就等你吧，等你啦。哎，阿伦，哦，在后面，忘记他很卡了，怎么他比他快 ？OK， 挂上，那里有大洞哎，哦，前方在那里，你还有球吗？你不用球吗？好吧，算了，反正这里太空旷，你也可能救不下来。我们再去把这个大洞给踩，不是，给打了。然后祭司该往哪边走？忘记，再来一个守尸环节吧。还有人要来救吗？有人要来救这个可怜的佣兵吗？因为如果这佣兵没有弹的话，有洞，哦，这样也可以插刀。我不是落地刀了吗？还好刚才没打到椅子。OK， 这侧刀超宽，好起来救了很慢，有机会。哦，他网络好了是吗？一刀，没有，在。一刀 OK 带走他，好，他网络并没有恢复呢。对，他现在肯定就是一直在咒骂网络吧，网络怎么那么烂？他现在心态崩溃。好的，干嘛嘞？我一刀带走你呀、啊，来乱世嘞，让我省了一个金身，还不错呢，赶紧挂上吧。让他早点去找一个那个网络收讯良好的地方啊。好的，我们再回去挂那个前锋。OK， 场上现在三条啊，算快吗？应该算快啦，现在求生休息都非常快。那不要最好去这里通空旷一点，真的非常喜欢空旷的地方。然后附近有耳鸣，好像这里在修哦。然后呢？直接来了，感觉来不及哦。啊，你为什么？好，你这是好的选择。这个祭司很保守，这里来一个位置挡着。然后呢，飞过去，再转身一刀 ，OK。你就算有翻没翻都是死啊！这里再追一刀祭司吧。我发现我有时候都会口齿不清。然后为什么我刚才要用中国人的讲话方式了？好的，我们赶紧来挂上那个祭司，半血吧，应该那个距离应该不够来救啦。啊，囚徒应该是在修机啦，那里还连一个大洞呢，反正先来手试一下，可能人已经来了。
人在那边是囚徒，囚徒大洞连去那里，耳连去那里，这里来小心猴直接落一个眉刀。哦，他们刚才那个片刀方式，片刀方式我有想过，只不过我没有实行过，没有正则， nope. 还用掉一个飞轮，这里再来补一刀吗？ Nope. 没打到。这里峨眉看路不长眼 ，OK， 你确实没长眼。好，我们再回去峨挂前锋。那囚徒没放电还算理性，不过我倒希望他放电的。好的，我们再过去把那个洞，碍事的洞给打掉。然后这里有耳鸣，囚徒应该还没走远，他刚才是。这里机子都没动，看看是往这个地方走的。我们耳鸣已经排到了，来找一下人吧。他好像穿什么？那个寒蝉吗？对，反正就是那个蝉装。OK， 祭司，哎，直接开了！哇操！完了！这个祭司，哎，那里还有个打得动，这里根本打不到。钻！哎，我钻去哪里？好，然后没有足迹，完了走远了，又打一个洞。哎，这祭司的洞打得超准呢！哎，他为什么可以打那么准呢、啊？老手哦！现在再赶过去有机会吗？附近都没有祭司的身影。现在赶过去有机会吗？我的真圣！门先别开啊！完了，门好像开了，稀巴了。这里哦，哦，祭司地窖在那里，我们去守地窖，守地窖，快点，快点 ，come here，hurry up， 好吧，走了。